哎，请问一下，你有线上预约吗？只要先进行线上预约，就能迅速调出履历，现场媒合多家厂商进行配对。面试结果及相关注意事项则由网络同步进行，不仅节能减碳，还相当便利。这是潮州就服中心即将在11月19号的屏南大型征才活动中首次举办的无纸化履历征才模式。我们19号要在嘉东乡农会推广中心的2楼，我们要办那个一场。应该是说我们第一场那个无纸化的现场征才活动。那其实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是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传统来，你就是要那个写很多的纸张嘛，写很多然后影印。那在现在在这样子的环境爱护之下，我们希望能够节能减碳，然后还有科技化的进步，所以我们慢慢的我们想把我们的没有活动做一个新的尝试，所以我们就想要说用一个无纸化的征才，期盼透过无纸化进行，达到节能减碳及环保目标，让媒合活动也能更加简便。不少乡亲得知这样的方式，纷纷来报名预约登记。因为现在地球暖化的关系嘛，你如果纸用的越少越好，这样子，对啊，这样也蛮方便，就是进来你就是可以知道说，你要去哪个柜台比较方便这样。我觉得这样子还蛮方便的，然后到了现场也不用再写履历，然后花时间，然后也比较环保。此次屏南大型征才活动，媒合18家厂商提供240个工作机会，包含许多技术员及工程师等工作。另外，此次台积电也特别南下嘉东征才，最好的薪资及待遇也有39000至60000不等。欢迎想找工作或是转职的乡亲踊跃前往，寻得好职缺。屏东新闻部听张志豪采访报道。